最后的确认，同时呢，将塔架上的各项系统调成自动控制模式。发射前约四个小时，地面人员从塔架下完成了撤离。在距离塔架约2公里的远程控制室内，空调、平台、摆杆等岗位的操作人员紧盯屏幕，密切监视火箭状态。在智慧发射场投入使用之前，绝大多数的地面设备操作都由前端岗位人员完成，需要到火箭发射前15分钟才能进行撤离。而这次发射任务，我们首次采用无人值守的模式，只需要在电脑终端前远程控制和监测，就能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进行。新发射塔架2021年完成建造，这是它首次投入使用。在系统自动操作下，长六改火箭液氧加注、连接器脱落、回转平台打开等一系列动作顺利完成。测阀流程管控平台是我们智慧发射场的核心，发射场设置设备状态信息通过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手段进行统一集中的展示和安全分析，实现了在加注发射流程中无人值守的目标。与传统发射相比，智慧发射场真正实现了快速准备和一键发射，岗位人员比以往减少了一半以上，单发任务流程最短可缩减至14天，更加适应高密度发射和应急发射任务。太阳卫星发射中心智慧发射场目前可以执行长征6号改多种型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执行适应性改造可满足长征2号和长征4号系列等7种不同型号运载火箭发射能力，在未来快速发射任务中，智慧发射场的应用价值将得到充分发挥。蹲那儿以后能露头。固体发动机呢，就是它预先因为把推进剂都放里边，它不需要提前加注，所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固体发动机的加速性能是非常好，点火到产生推力基本上几十毫秒就能产生这个额定的这需要的这样的推力。火箭舰上配置了一个检测计算机，在发动机点火0.3秒极短的时间以内，就会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给出发动机是否工作正常，能够确保火箭这个点火起飞段的这个安全性和高可靠性。这个系统的应用对我们提高飞行的这个安全性和可靠性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